그녀는 너하고 데이트하고 싶어 해. 他想跟你约会。헛소리 하지 마. 不要胡说！不要胡说！그 중간쯤 돼. 在两者之间，在两者之间。찬성이야, 반대야? 支持还是反对？支持还是反对？그는 내 위학년이야. 他是我上一届的。他是我上一届的。너는 더 중요한 할 일이 있어. 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확인해 봤어? 你再确认过吗？你再确认过吗？